小朋友好，我是珍珍老师。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《乌龟慢慢找工作》。这是乌龟慢慢，它正在看着报纸，报纸上刊登着好多不一样的工作。乌龟慢慢，它想要试一试。乌龟慢慢，它会做哪些工作呢？我们一起看一看面试的地方，谁坐在这里？是乌龟慢慢，他找到工作了吗？乌龟慢慢，他正在找工作。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邮差。慢慢穿着绿色的制服，他的手上拿着好朋友、家人写的信。邮差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信送给思念的人。兔子白白每天都出来看着信箱，奇怪，今天还是没有信送过来。原来是乌龟慢慢，走路实在太慢了，好不容易才把信送到兔子白白的家。哎呦，你太慢了，我已经不能去参加画展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兔子白白很生气，本来兔子白白要参加一场画展，因为乌龟慢慢实在太慢了，花了10天才把兔子的信送到，现在时间已经太迟了，兔子白白没有办法参加画展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走路太慢了。慢慢觉得很难过，因为自己走路太慢了，害兔子白白不能去参加画展。哼，看来我不能当邮差，我要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。乌龟慢慢决定去找第二份工作。咕咕咕咕咕，快一点快一点，客人的肚子都饿了。慢慢的第二份工作啊，是在餐厅里当服务生。母鸡老板跟慢慢说，快点快点，客人都在等着吃饭呢。慢慢为客人送上好吃的食物，慢慢觉得有一点高兴。但是呀，慢慢走路实在太慢了，有一位猴子警察等了好久好久，猴子警察的肚子好饿啊。
等到慢慢终于把披萨送给警察的时候，猴子警察说：你太慢了，现在已经晚上了，我都没有吃饭，你让我肚子好饿好饿啊。乌龟慢慢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他走路太慢了，让猴子警察肚子这么饿。所以乌龟慢慢决定再找新的工作。慢慢的第三份工作是计程车司机。计程车司机会载好多的客人到各式各样的地方去。慢慢觉得好棒，好高兴。慢慢的第一个客人是蜥蜴思思。蜥蜴思思想要到朋友家，但是慢慢走路实在太慢了，走了三天，思思都还没有到朋友的家。思思觉得很生气，你走路这么慢，哎呀，我自己走好了，我走路比你快。蜥蜴思思很生气，他不要再坐在慢慢的背上。慢慢他也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计程车司机。乌龟慢慢不想再找工作了，因为呀，慢慢觉得自己走路实在太慢了，会让别人很生气、很伤心、很难过。所以乌龟慢慢决定不要再工作。慢慢每天都在家里看着外面发生好多的事情，小镇上每天都会发生新鲜事。慢慢心里想，哦，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哦，但是大家一下子就会忘记了，好可惜。慢慢决定把他看到的小镇上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，变成故事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慢慢写了越来越多的故事，变成好多本书。现在呀，慢慢变成一个老公公。今年是小镇的385年周年纪念日，镇长他想要举办一个小镇回顾展，想要让现在的小朋友看看以前小镇的照片还有故事。变成老公公的乌龟慢慢把自己每天记录下来的故事都捐出去，他想要让现在的小朋友看看自己写的书以前发生了哪些事情。街上挂着很多
小镇以前的照片，以及慢慢写下的故事书《我们的小镇》。小动物们一边看着照片，一边看着书，他们觉得好有趣哦。原来小猴子皮皮，他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以前是一位厉害的警察，可以帮大家抓坏人。原来小兔子美美，她的妈妈妈妈的妈妈以前是一位画家，画了好多美丽的作品。原来呀，小镇上第一间餐厅是小鸡咕咕的咕咕的咕咕开的。哇，小动物们看着乌龟慢慢写的书，明白了好多的故事。现在乌龟慢慢找到他的第四份工作了。乌龟慢慢现在是一位写故事的作家，他写下了许多的故事，让老邻居、新朋友更认识这个可爱的小镇。现在乌龟慢慢很高兴，大家都喜欢他写的书，乌龟慢慢也喜欢当作家的自己。这是乌龟慢慢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讲完咯，请小朋友跟珍珍老师一起念一念。乌龟，乌龟，兔子，兔子，鸡，鸡，猴子，猴子，蜥蜴，蜥蜴，邮差，邮差，画家，画家，服务生，服务生，警察，警察，计程车司机，计程车司机，作家，作家，现在请小朋友回答珍珍老师的问题。请问乌龟慢慢它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小兔子白白为什么很生气？
乌龟曼曼跟蜥蜴，他们两个怎么了？为什么乌龟曼曼现在很高兴呢？小朋友，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工作？为什么？谢谢小朋友回答珍珍老师的问题，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听故事咯，拜拜。